大家好，现在是2019年的4月13号，我们这个周六，大陆那边是什么时间呢？大陆那边是星期日的下午2:15，下午茶时间咯，下午。不过我看今天看个朋友圈，好像有雨啊，现在真的清明呢是雨季来的。即係大唔大，我就唔清楚啦。不過我睇到我個表弟一個陽光嘅五舅父嘅個仔咧，佢揸部車咧喺個高速公路開嘅時候咧，就係啲雨落得好大嘅。大佬呢個時間係真係梅雨時節啊，好煩人噶，曬啲衫褲啊又唔乾喎，所以真係要控乾先得。相反咧，我哋呢個洛杉磯呢邊咧，真係～唔使至於話會落雨啦，今年即係要年尾啦咁樣啦。而家基本上一個沙漠性嘅氣候啊，洛杉磯早晚涼涼地。不過而家嚟講咧，已經唔會話凍嘅啦。好似我啱沖完涼啊，咁樣著翻件衫，即係著件短袖衫都可以啦。出去咧嘢係唔覺得凍嘅。但係著多件衫亦得，即係先頭咧，我係8:30嘅時候出去買茶葉嘅時候咧，咁我著多件衫，不過即係都好舒服。你著一件衫就得，你著兩件衫就得，即係好似冇咩感覺咁樣啦。反正晚上，所以因為佢乾燥啊嘛，佢唔出汗啊嘛，所以你即係就算。你穿多件衫，佢冇汗，咁嘢系唔会觉得热嘅，就系咁样。呢度干燥天气就系咁样。年纪咯，都渐渐唔系渐渐啊，适应咗呢咁嘅气候。啱嚟嘅时候咧，我就系即系好干燥嘅，皮肤真系冇办法顶，明显睇到。即自己不是屬於乾燥皮膚，但是那半年時間呢就見到已經是即是皮膚有些潮潮地的，面又一樣是的，即是照鏡的時候自己怎麼會有些皺紋的，就是因為皮膚乾燥的原因。那一兩年2013年2014年的時候即係好明顯嘅，你一笑咧就係成扎皺紋出嚟嘅。嗰個時候諗住，哎呀，呢個咁嘅洛杉磯都唔係長期住嘅地方，因為你乾燥嘅天氣對皮膚係非常之傷害噶嘛。加上你又係加州陽光曬得好犀利，所以而家開始。冇咩話感覺得乾燥啊！我亦好少話用嗰啲咁嘅化妝品去搽面上，即係適應咗咯。反而覺得而家手咧都有汗嘅，究竟係緊張還是唔緊張，我就唔清楚。咁啊，手掌咧而家摸落去咧都有少少汗嘅，即係手腳都有汗嘅。有一段時間是冇咗的，我廣州就實有，因為我真正兩個地方咧出汗嘅，一就係手掌同埋腳出汗。有時好煩嘅，手同埋腳出汗好煩嘅，一個咧腳會臭啦，咁嘅手出汗有時幫你握手啊，去摸人，即係搭住人哋個皮膚嘅時候，你好明顯就係。自己的汗很多嘅，即係呢個，真係好煩。咁我後嚟睇，即係睇嗰個咁嘅網上，即係搜索啦、引擎。咁佢話容易緊張，即係個副交神經啊，咩副交感神經興奮。佢先會手腳出汗嘅，好容易興奮先會出汗。咁呢樣嘢係冇辦法去控制到嘅。如果你係想手腳唔出汗嘅話咧，
你除非係動手術將嗰個條神經剪斷佢。哇！我睇到有冇搞錯？咁大陣仗，咁你仲係咁啊變咗？咁啊，人啊唔完整啦，係咪先啊？你咁樣即係為咗手腳唔出汗，你用嗰種方法，咁真係太可怕啦！呢樣嘢冇可能噶，所以即係手腳出汗，咁啊多啲咁咧，洗下手咪 OK 咯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洛杉磯個手咧，即係都好嘅喺廣州，即係出汗仲係少。咁啊腳嚟講咧，就以前咧喺廣州嘅時候咧，又係腳臭嘅。咁我嚟美國度咧買咗好多嗰啲咁嘅腳臭粉啊，咁樣去擦佢，即係效果就會好啲。但係你就擦咗之後咧，佢個腳就會起疹嘅，好硬嘅，即係無形中可能你睇佢啲粉係堵塞嗰啲咁嘅汗液，使嗰啲咁嘅皮膚硬啊、腳底硬。後來慢慢咧，我就用呢度嘅香檳，嗰只香檳好似幾好咁，每晚我都會洗一洗腳。佢好強力咁去污之後，我再用牙膏，即係洗用香檳洗完之後咧，我再用牙膏去再洗一次，結果呢個效果非常之好。第二日一啲味道都冇咁。直至而家一年後啦，即係都唔話有咩嘢腳臭現象。咁偶爾有時你著兩日行下路啊，出下汗咧，即係有少少味道，但係都冇以前廣州咁大嘅味道。咁你每日沖涼嘅洗一洗腳嘅，基本上冇味道，好似嗱一個。沖完涼啦，我聞到味道，呢樣嘢就有咗，就係呢個洛杉磯啲咁嘅天氣。咁而家我就覺得就舒服啦。咁即係點樣舒服咧？因為你個皮膚已經係適應咗呢邊嘅氣候啊，乾燥氣候之後咧，即係我啊覺得好乾爽啦，即係好似放一啲咁嘅爽身粉啦。咩叫爽身粉啊？就係你剪頭髮嘅時候咁樣，好啲人咪幫你用啲咁嘅白粉啊，或者啲嬰兒啊嗰啲爽身粉咁樣，即係就身得爽，冇咩話乾燥啦。即係我係所以係皮膚唔係乾燥皮膚，咁啊而家咧就恢復翻好似廣州嗰時候咁嘅。即係啲皮膚唔會乾，睇上去都係潤嘅。所以人嚟講咧，都係有一個適應環境嘅機制嘅。任何環境咧，當你適應咗，都能夠喺惡劣嘅條件下咧，都係逐步適應嘅。譬如你喺高山住咁樣，高山上面肯定係缺少嗰啲咩噶嘛，氧氣噶嘛。咁如果你係習慣咗就 OK 啦。哎呦 ，OK。先頭咧第六輯嘅視頻咧就已經係通過咗，咁而家我先分享出嚟先。分享邊？而家我係落咗啲咁嘅鐵觀音。放喺嗰個位啲綠茶撈埋，邊有咪邊喺度傾下偈。用呢種方法都幾好嘅，反正我又冇咩話好多特別正經嘢講，不過嘢能夠咁東拉西扯嘢能夠講一講嘅，咁所以我都應該適合拍啲錄像啦。因為你拍錄像，你需要咁樣，需要婆婆媽媽咁。
咁狂野嘅嘛，所以呢個比較適合。即係我始終咧覺得咧，即係我咁拍視頻咧，即係係當係分享咧，就好比啲人係拍圖片啊咁樣喺個朋友圈度發啲圖片一樣嘅啫，只不過我係錄像為主，錄像至於講啲乜嘢嘢都係唔係好重要嘅。即係平常心，係平常心，一句兩得，反正就係一日之中，我有時間有咁嘅興趣嘅，我都會咁樣喺度做節目嘅。呢個就係咁樣。已經是分享了第六集的視頻，第六集視頻，有時候覺得為何會拍這麼多呢，好像今天我又換了第二個外置麥克風 去做節目了，這兩隻我都知道兩隻都這麼好用的，所以兩隻是用的，那在那裡我都好像即是拍這片是說有兩個麥克風在我前面的話呢，就顯得很專業了，但是音質呢實是有保障的，即是拍你即是視頻是 50%， 即是清不清晰是佔了 50%， 聲音是佔 50%，如果拍視頻清晰的話，你的音不靚的話，就沒有那麼完美了，現在就挺好的，以前就沒有想到用這樣的方式，拉條線過我這裡，在室內你怎樣佈置都可以，你的相機離你多遠離你多近沒什麼人嘛，所以那些線比較安全一點，如果不是走過啊擊傷啊整部機都翻轉了，這些的先說我說了就是氣候問題啦，咁仲有啲咩咧？就係工作上咧，你做唔做啫？你愿唔願意做啫？如果你願意做，都有得做。呢度咧就全世界都一樣噶啦，包括我哋廣州，全中國都係有人啊挑挑揀揀，但有啲唔想做啫，有啲工就冇人做。啊，好嘅工，一個個都係。都想做適合自己做的事咯，所以就係咁嘅啫嘛，所以就係呢個問題。啊，今年啊，2019年啊，而家咁快已經係第四個月啦，真係時間轉眼間，你話半年又過去啦。現在就是時光流逝得很快，但我現在就是拍錄像，每天都拍，這樣也好的，起碼即每天都有記錄嘛，都記錄了這麼久的時間，雖然說
我每日睇翻琴日嘅、前日嘅，即係啲流水作業咁啊。其實拍錄像你好似流水作業一樣啊，拍咗就唔會再睇，即係都係拍完之後我睇一睇，然後咧就過眼雲煙。咁啊，琴日就成為歷史啦嚇。咁以後咧啊，就係、是、即係會回望過去咁樣，我都係有咁多呢啲樣嘢。嗯，幾好咧，我覺得都幾好。如果唔好嘅，我亦唔會話咁中意拍啲視頻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感覺到即係自己中意，一切都係自己中意為主。啊，自己唔中意就冇得講啦，係嘛？究竟又係即係唔係話單單係拍錄像，仲有話呢啲咁嘅相機啊、麥克風啊、發燒友啊，你即係今日好似第四輯節目嘅時候有講過，就係發燒友，即係中意玩呢啲咁嘅電子產品嘅發燒友一樣嘅啫。即係好似你啲麥克風我買翻嚟咁啊，即係好想攞嚟做試驗啊嘛，即係所以。就相互相成啊，即係都，所以咪好多時候咧就係、是，哎呀一坐喺度啊，冇咩事嗰時候咧就諗起嚟、去拍節目啦，就係、是、想試驗下呢啲咁嘅器材，加上嘢又係喺度。吹下水啊！咁嗱，呢個時間3:35啦。如果我係結束咗呢輯節目嘅話咧，咁樣如果唔再拍嘅話咧，咁我通常就會去又去睇下人哋嘅視頻，搜索下啲相機啊、麥克風啊，再睇下其他嗰啲嘢。但係我睇視頻都冇話。從頭睇到尾嘅，因為事實上咧，而家係太多視頻，所以而家我拍嗰啲片嚟講咧，有時拍到半個鐘頭嘅有，20分鐘又好，你話真係想從頭到尾睇到落讀咧，咁都係好難，因為我講嘅嘢喺度講嘅嘢，冇變化即係引人入勝嘅，其實呢樣嘢我都係自己知道嘅。不過就算我講啊，冇引人入勝嘅嘢，但係我咁參與啊，玩啊呢啲咁嘅嘢咧，即係自己有一種好即係好大嘅興趣喺度。啊，正因為有呢啲咁嘅興趣嘅，同時未變先。好啦，而家就傾到咁多先，一陣間先再傾。而家呢個時間係10:00。